像我是谁，世界的真相是什么，在这一点上来说，哲学跟佛学是相通的。它既有这种哲学的理论体系，然后同时呢，它又重视宗教的实证。佛学是最深刻、最精妙的哲学，没有一种哲学能比得上。求求拜拜，不做烧香，求保佑。其实首先呢，这个不是佛教最重要的目的。我们应该是要学习佛的智慧，把佛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。这个好人，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某一个方面，他在这一方面可能做得好，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做得好？世上有诚信的人，他在社会上一定比那些没有诚信的人会更有市场。你说这个好人有好报的多，还是好人没有好报的多？所以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，所以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真正的无我就是为了帮助我们，一方面否定我们对自己的错误的认定，一方面是帮助我们真正的找到你自己。假我有没有真我？你一下子就去执着一种真我，其实这个真我跟我们这个错误的认识的这个我，它很容易混淆。所以佛教呢，在一般层面上是不讲真我的。那作为一个哲学方面的研究者，周教授，我不知道您平时有烦恼吗？然后怎我是一个活人呢、啊。一种类型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烦恼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一定是充满烦恼的啊。有些烦恼是那个不是自己制造的啊，但是呢，这东西太长了，所以对于那些自己不能支配的遭遇，你发生了以后，你要有一种适当的态度去对待它。这个观音菩萨为什么平常这么崇敬他？人生如梦啊，一尊含泪江月，这个就是我画观音菩萨的内在的意境。你要为你的工作，你所喜好的东西，要为他牺牲一切，要有这种理念。那么这种理念呢，就是佛法。佛法就是要为你崇高的理想、崇高的信念来牺牲你一切。对，从陈老师的很多的绘画作品当中，以及他的人生感悟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的这个佛法。